好，欢迎收看环球新闻站，我是潘涛，在上海为您直播。国家航天局发言人裴兆宇昨天透露，嫦娥一号卫星目前状态良好，将于今天晚上逐步打开科学探测仪器，开展有效载荷的在轨测试。据裴兆宇透露，截止到昨天下午两点，嫦娥一号卫星已环月飞行135圈。裴兆宇说，从11月7号进入环月工作轨道至今，嫦娥一号卫星完成了卫星星光环月、定向天线自主跟踪地球、日凌期间测控站通信跟踪影响、紫外环月等试验。各项试验表明，卫星状态良好，能源供应稳定，姿态控制、温度控制和通信均正常。嫦娥一号卫星计划从今天晚上开始进行三体定向姿态控制，逐步打开科学探测仪器，开展有效载荷的在轨测试，预计本月下旬传回第一张图片。